出来，就是讲胡仁辉是生足侪细汉的啦，所以像你即马讨厌袂到，就是伊生足侪细汉的出去。但是呢，虽然生出去两爿钱嘛是爱流来流去，爱用特权摕到国母的土地，然后了了呢，伊阁摕十五，胡仁辉摕十五亿去囥咧，摕十五亿就对啊，互国防部半交互进行土地国有土，伫国有的土地然后起三栋大楼，就是讲用国防部的土地啊个。甲钱为国防部啊，拨去互伊啊，起大楼了对，啊变家己的财产，变家己的财产了对啦，伊有十五亿了对啦，包括即个行伊的行政大楼啦、医疗大楼啦，啊伊嘛提啥货，十亿的闹军捐，是，啊这人管的了，刚退去了对啊，刚退去安尼去考即、這个去即个因的骨科大楼，啊因为提闹军捐，所以就安那用军用的水泥刚刷来起伊的厝了对啦。啊，无，阮兜的基础，咱军用的水泥吼，摕两桶啊来给我，吼、给我用就对啦。啊，这就是，这是啥？这是国民党，吼、这是国民党。卖我讲，这和恁无关的，这胡仁辉不是恁的就对啦。胡仁辉组成的是安那官夫人、官太太，啊，这是安那国民党一向以来的传统。内底就是安那大妈和官夫人嘛，大妈就是迄个蒋夫人恁的派嘛，吼、这老人就对啦。啊，所以伊就对啦。伊即伫即个过程咧进行，诶，即个病伫1970年以后变成财团法人了了的安那，就将即个物件输落来。啊，所以以前咧，诶，即个进行咧，当初顶拢是虾米人，拢是孤言卓云。啊，所以你甲我讲，卖甲我讲，即项国民党无关系啦。吼，啊，伊完全就是胡仁辉系统，所以伊当初的这个成员拢是啥货，拢是胡仁辉人，一般拢是胡仁辉。啊，为着要甲查了了，伊就赶紧吼，甲换掉。啊，换掉了对啦，啊，换掉了对啦。啊，所以这是啊，那科兴诶，不是啊，这个伊会爆出这个代志了对啦。啊，这你只要看了解国民党的历史了，对，你甲很侪你就知影讲啊，这无意外啦。啊，而且去对经主，我讲唔免主，我就知影伊去对经主啊，一定是去振兴呐。那国民党的人一定是去振兴主了对啦。哦，其他拢细卡，即卡绝对是大卡，但是我相信台北市袂甲挖出来，啊，这就变成我手头的啥货，手头的一个武器啦，来甲你威胁，甲你讲啊对啦吼。阮白党含绿哪党的对，我就安尼摕这白党的就摕这来甲你安那讲啊，你哪迄个我再甲你公布出来哦，互你死哦，安尼就对啦，这介好用就对啦，啊，所以这吼咱只要理解这个整个的这个国民党的历史了对，你就当理解啦。国民党历史大概就是。就是拢建立伫遮个物件，啊，国民党真侪物件拢无爱咱知影，你啊看，诶，真侪代志拢无爱咱知影，不只是这嘛，不是后一届咱较大家来讲遮个有诶无诶一挂迄落，诶，这国民党无法大家知影诶代志啦，伊足侪啦，足侪啦，哦，足侪就对啦，啊，即个有听众朋友咧讲着讲迄个，伊我家己有那是即个同个中纪联校会理事长吼，啊，即个有咧讲咧，咱会记得伫三月迄时阵要开馆的时阵，有甲大家介绍过同个中啦吼，迄来啊，另讲咱去找一个时间，有一寡其他的吼，咱去找一个时间，含大家来分享啊。啊，当然即卖无开啦，因为即阵是防疫的期间吼，所以无开吼，可能要到七月以后吼，防疫的时间也过了咧，会个重新开放啦。嘿，啊啦，也未去过的朋友会当。会当去看卖，会当去参观一下啦。吼，你等防疫期间过了了，阮有个重新开放了了，嘿，佮大家讲安尼啦。唐德宗伊即个故事吼，伊个事情吼，一般咱有听到就是拢迄个片段的啦。嘿嘿嘿，断断续续安尼吼，啊，讲一段讲一段吼。你讲是连贯性是无啦吼。啊，当然我。前一阵仔时阵，咱迄个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有迄个邀请到种迄个魏德胜魏导，有来到现场吼。啊，因为伊最近要搁再出一支片嘛，是。啊，私底下伫咧开讲过程当中，伊原来有针对唐德宗的故事，伊讲伊即马有咧筹备了。是。要来迄个拍一支即个唐德宗的片了，对个。是。啊，当然因咧筹备，包括装钱，包括拍片吼。一直到甲一支片生产出来吼，迄时间啊，偌久？迄毋是咱即个行人，我都能去用药药出来吼。是啊，啊，
咱老线上老一寡较长辈，你若讲想要互你个后生查某囝吼，还是孙仔吼，了解这汤德章吼，其实你会当去册店吼，找一个这找一本你甲册店讲我要汤德章个漫画，哦，伊就找互你啊吼，有一本有一本伊个漫画，伊个漫画书吼，为着一本尔，一本尔台语个台文呢，啊你嘛免翻到台文看无，伊有翻译本。又翻译了对啦，又台文翻汉文，所以囡仔一定看有啦。你个捌字就看有啦，嘿，啊，所以有一寡字有一寡字有可能你看你较生疏吼，但是啊，你查者又对的，又对，互你相对了对。到前后边你个对对念念袂出来。啊，也是漫画，用这个漫画来画了对啊，真简单。吼啊，你伊就看有你来当你了解伊的故事啦吼。那国民党的这个，头先咱讲的这个妇联会了对啊，这吼实在是我后来看到郑清渊，我就讲啊，这个蒋宋美龄创立啊，辜源卓颖做这个当时电话这个基金会吧，所以吼会当讲无意外啦，啊，这两千几个名单闹出来，一定是真精彩啊，我这一定清一色吼，拢是国民党的高官，而且是安那呢？国民党内底吼，像这個，比如讲王金平，伊就做无啊，哈哈，这个系统伊就无啊，就袂好去做就对啦。啊，这个韩国瑜唔知有无，我唔知啦，吼啊，但是那这个系统的就对啦，有一挂人咱来想会到啦，还拢想会到就对。啊，所以我咧想讲吼，国民党的主席伫遐开记者会，敢会心内伫遐咧念咧讲。看你啊，你去著作拢无我招，啊，即马叫我讲啊，恁妈拜托的，我心内想，我若无我招啊，著作的了了啊，迄落，啊，所以但是这里是国民党，包括小强，反正小强这两刚刚无出来背了后的时阵，已经想讲，啊，该迄个做，迄个做。啊！他叫我出来遐，骂遐，骂。系啊系啊！啊！我靠！你助理吼，我是咧骂啥？所以我袂爽。伊即马强我那袂爽，我爱出来讲啊。啊！所以这吼，这啊，所以国民党真侪无爱人讲。像比如讲，我比一个来讲，比如讲以前哦，国民党啊呐，马英九上爱宣传啥物人？宣传这个杨奎，讲伊这吼压不扁的玫瑰，吼啊呐，去日本人吼，甲关十二届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夭壽就對了，這日本人啊，伊敢不屈不撓，國民黨上愛講這個，啊，講我有哪有台灣意識，對不？但是大家楊逵吼，捌講過就對了，伊家己捌講過，伊講吼，日本人關伊十外屆，刑期總共一冬，國民黨敢若關我一屆，就十二冬，伊關我十幾屆就對，無甲一冬，啊，伊甲我關一屆十二冬，一屆就夠野就對了，伊講吼，伊一生的歌会领上悬的就对了，写六百字，吼，食十二冬的免钱饭，这是一生摕到上悬的歌会就对了。你甲看，你要讲国民党，带十二冬的免纳税金，免纳税金的就对了。伊讲伊这一生摕过上悬的歌会六百字尔，伊个写六百字尔。啊，你看倒一个较好过。呀，对。国民党都不是我啊，但是伊绝对袂让你知影，嘿，是。国民党若卖他妈规工教唔离啊，咧讲日本人歹吼。讲较歹听的，大家还佫袂去比较啦。啊，无其实日本人打来台湾的时阵嘛是台啊，对不对？嘛是同款啊。啊，关嘛是有判死刑的，嘛是有迄落关足久的，拢有啦。但是你国民党这种太高档了，吼，你要摕别人来，互家己变较清气的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后一回咱看下大家来讲吼，到底偌济国民党吼含这日本有关系吼，我也很知影啦，对啊。后一下大家吼，特地来讲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，我这物件伊敢变了，对啦。对。好来，咱先来进一个广告，阿连咪再个倒转来吼，来感谢。好啦，非常感谢咱雄狮集团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。即嘛是广告时间呐，啊，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，和咱雄狮集团。啊，来食这身体上保养身体健康上佳优秀的产品就对吼。喜多山，欢喜的喜，多笑多山顶的山，这部中讲二十外年，要三十年啊，确实有影吼。安尼，这边产品要有人食呐，食机能性，身体上会新陈代谢好顺序，和你机能的运作会正常，所以和你的抵抗力。会提升起来，人无迄落讲，永远无迄落抵抗力，永远掉咧就对了，无啦。你原来愈济中间，伊免疫能力、伊心灵代谢会愈来愈歹、愈歹、愈歹、愈歹，所以伊个病啊，就开始慢慢伫迄个所在伫咧产生。所以咱有食许多种的人，你甲听咱的见证，这人
甲恁讲讲，哎、欸，我食一段时间过吼，我身体上过去吼，几十年内底做大个病痛拢无去，我即马精神继续好。出去运动中间，一个老朋友看到讲，哎、呦，某咪人啊，真久无出来呢，体力好哦，精神好哦，即马出来运动啊、哦，就是安尼。这个是什么话？就是抵抗力慢慢也提升起来。心灵在上啦，顺序的中间就对啦，伊抵抗力伊就强。慢慢抵抗力强的中间，伊就较无惊，就是我这个慢性病会侵袭不掉。我有抵抗力，我有免疫能力伫咧了对。所以精神上也好，伊的体能上也好，拢总会比一般人更加健康。是假呢？是假呢？所以详细我今日听讲，比如许多山这批产品就对了，好多好伫这个所在。咱已经经过到遮侪年的中间就对了，可能食过做见证的雄心是大不计其数。食到几岁你敢知？九十六岁、九十二三岁、九十五岁，真侪。所以雄心大，这一定有道理就对了。希望雄心大伫这个时阵，然后需要的产品的时阵的了，你这里拍电话过来，跟做详细询问吼。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，许多山。配合软骨素骨头，金立平的第二代就是咱这个目睭。咱目睭底都爱有叶黄素这个物件，保护咱目睭的这个安全了掉。但是吼、哦，这个叶黄素这个物件，自细汉开始到长时大汉起来了，伊慢慢也流失，啊流失伊就袂去走得倒来了掉。所以只有用这天然性的物件来个补充，这一定爱食。这个是咱的金立明的第二代吼，上好的叶黄素吼，喜乐通，得等啊，等啊变，真清气，也都袂出问题，就是要保护你等啊，等啊变清气上，袂会拉三杂七就对，所以较袂发生即个等啊白听就对吼。啊，老师要咱的五宝喜乐清，这个是血液一通，血液那通的中间就对啦，当然啦。咱身体上吼，啊，一寡这个、这个血液的通的过程中间，咱这身体上的这个毛病，伊自然着伊就较好，伊就较好吼，安尼啊，较袂烦恼讲啊，心脏啊，唔多来塌的咧，啊是讲中风的问题就对啦吼，这是种保养品来着，咱的五宝娱乐圈保顺健，听众朋友、男士朋友，需要这产品，因为你较有诶中间，你若发现讲你家己咧放尿中间出问题啦。你就拍电话来跟叫保顺健吼，血红素，血红素是贫血，贫血一定爱食血红素，你唔免食食物，血红素你早暗两粒个食咧，甚至下昼食两粒安尼，你一段时间过，感觉头晕嘛拢无去啊，一切拢好起啊，唔是感冒啦，只要那是贫血的人食血红素，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好，非常感谢。好嘞，感谢啊！啊，咱时间的关系，这部到这，我来爱讲个一段落哈，来继续阿伯个淡薄时间来。嘿，是啊，所以今仔人大家分享着了解一下这个国民党的历史吼，你会当理解伊今仔时啊呐，得关了对，对国民党来讲吼是历雄尔啦，是伊的历雄尔，这伊无感觉这是得关嘛，伊自以前啦，啊呐，伫这个世，活伫这个世界内底了对啦，所以整个国民党就是安呐，就是讲。蒋家，吼、即军事军头，吼、含啥货？含宋家、宋美龄因这家族啊，对，而且个啥货？即、這个有钱的，即个财阀了，对啦，即个财团了，对啦，结合的结果嘛，结合的结果，所以伊就是整个的结合就是安那，就是特权嘛，就是特权，就是靠特权起来的嘛，所以伊去到倒位拢是特权，啊，而且伊无认为这是特权，另外我是高级人，所以这是安那，这就是特权、这就是因感觉立雄的这个必要嘛，所以政府的就是我的嘛，党就是我的嘛，啊，党国就是我的，拢是我的嘛，所以伊无感觉讲这是特权。像金小胖安尼嘛，伊全北韩禁婚嘛，是啊，但是伊本身家己政头也一支婚呐，伊一点仔都无感觉安怎。是啊，是啊，因为这是我的立场嘛，这是真正常的。我自前呢，
我本来就会使安尼，我本来就会使安尼做啊！这国家拢我来啊！伊即马你阿讲诶讲，啊，这个以前中华民国没有我们，你们还在啃树根，你又过来啊，又过来。但是伊心内真正是安尼想，我讲你唔通讲感觉我奇怪，伊心内真正安尼想，这是因就是登记以来是安尼啦。即马是希望调查一下了后，甲整个所有诶名单拢甲公布出来啦。啊，当然公布，咱就公布迄个有政党色彩诶，这就好啦。吼，啊，无一般诶，咱讲啥我也无兴趣知影啦。是啊。哦，一般诶，讲较歹听，有诶迄个大企业家，迄个钱人存足。这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我也无啥物意见，但是这种就做有咧政党内底咧笑说的，这个人就对吼，伫咧党对咧咱的政治当中咧笑说的这个人，那是有去做的，应该全部拢甲公布出来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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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唔人个三轮啊。是是是，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阿咱的下晡空中再会哈，阿来继续。